日本人都骰子，嘴能解字吗？可以吧？啊，我怎么首选啊？怎么办？不想当克里欸，你们也看很腻。哎，低稳点。在黑雾，别乱玩。没有谁孤军奋战。感觉现在玩三大有点太 OP 了、欸。现在三大最强套路应该就是我们出辅助装，然后让辅助去吃兵，然后让辅助去吃兵，玩起来跟辅助三大一八十七八像。I just got a call from the secretary. Sir, I don't understand. We got word there may be an attempt to steal it. Don't make this personal. I'm not nice.欢迎来到英雄联盟，我们的时光守护者讲话了。哎，原来这个枪王有圣万是吉林。哎，我以为他玩别路。博伟，不要再说了，博伟。不是啊，我突然走出来，突然被破壳一下。那娜奇在中四，我也快中四啦，都是八域英雄文天打好。队友要死了啊！哇、哦，好忙哦。Surprise, motherfucker! Haha, 赚呐！上路不是发育角吧？我们也不是发育角啊，我们打架会赢啊。市长，你总是觉得三大是发育角，活着就要尽力。是我们的打野是发育角吧？凯特琳就没有很强哦，是凯特琳发育，你还不如担心好运杰。三大就是来对线的、啊，还可以帮中上，我们角色。如果现在遇到潘森就要挂了，不知道怎么玩。哇靠！比赛，撑一下，撑一下应该会赢的。你就会投吗？再打打。你这场哪一只？你是那个打八龙对不对？你觉得二十分钟没有看到你？再打一下啦，有机会吃。杀得到吗？上了哦，游戏又开始不一样了哦。我偷标我啊，最不会死应该也不是凯特琳吧。
三博伟。干嘛？问嘛？要快哦！我们的血鬼怎么一直在这里晃啊？干嘛？你那边？哈哈。哎，鼠标挂了。出几点没差、啊？死蛋啦！这样打、啊，是啊，狼人好强哦！打黄啊！开一，追击一下，收一下，人排大吧？没事啊，速度一下，CT很快。奈德好像已经发作了，看得出来啊，对面奈德已经发作了。他没叠出又炸了，真的，他的节奏掉超多的。他不能爆，那这个节奏一定也开不满，是吧？哦！这边应该。他应该拿那个小龙换了吧？应该有，应该大龙，拿二十三龙了。有谁闻？大号 CAD 凯特琳，我都觉得我比较有用大号 CAD， 表弟也开始散了，是不是有人投上了？不可能出雾酸吧？换你后期要换的。这样子有点像在给他们机会、欸，没有这样快。有风险的、欸，我觉得是有风险的、啊。刚刚那个死哥子应该回去守的。跟鬼一样哎、欸，对啊，还有死哥都死了，连七兵哎、欸。